听到没？不缺那点咱们。他不一直说送了你啥吗？你到时候还给他，我到时候重新给你买更好的。你这买的这些这么便宜的来干嘛呀？这么便宜的？对啊，你人挣多少钱啊？你这里还在这播播啥呀？跑到别人家里面来说这些，我能挣多少跟你也没有关系，好吧？我靠自己良心挣钱，靠本事挣钱，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吧？对吗？没事，我到时候给他买更好的。他你送他东西，到时候还给你，你到时候他给你带过来。哦，不用了，扔了吧那些，咱也不需要，是吗？我们也不需要，对吧？欢迎我华总，谁给我刷礼物？欢迎我华姐，欢迎华姐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没事儿，啊，华姐没事儿，我看到你发的信息了，不用担心我，小问题，我知道你一直关心弟弟，哼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请你们出去，姐姐没事儿，你说出去就出去，你们。看不起我，有看得起我的叔叔。我也没有。姐姐，你申请吧，没事。我也没有。看不到你，你得申请。哼。看起你干啥呀？看起你。姐姐，我找不到你。哦，找到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找不到了。没事，姐姐。等一下，你们不用担心我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对，我没有事儿啊，没关系。你们在我这儿干嘛？我问一下。嗯，汤圆。哎，姐，姐一直在你直播间看着呢，有点亲人太事儿了啊。没事，姐姐，我不是以前那个懦弱的我了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姐。你说能不担心你吗？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相信在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，都是一路支持善良的达伟，对不对？小燕，达伟以前那么爱你，那么喜欢你，把你当成他捧在手心画画了。含到嘴里一盘化了，你这辈子不可能找到像达伟这么爱你的男人，你以后你肯定会后悔的，知道吗？但是姐姐，我也没有做错什么吧，我只是想自己选择而已啊。你想选择你走正常的路线吗？达伟，你俩都没有分呐，你这个样子做，你对得起达伟吗？没有啊，当时我跟他说了，我们俩只是朋友，好不好？好，只是朋友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他说过，我们俩只是朋友的，是他自己想多了。达伟，你听姐姐的，小燕不值得你这样、嗯，你值得更好的，知道吗？你那么善良，你那么好，我觉得小燕配不上你。家人们，你认为我说的对的，打个对字。她男朋友，她带她男朋友说，我拿了她东西跑到这儿来，然后她男朋友嘲讽我说我穷小子啊，什么靠直播怎么怎么。也挣不到钱，嗯，怎么？那你能卖到多少吧？你这样，也没人买你的，这样，天天在这哭。姐姐，我看看你，我撵你，没事儿。我打开摄像头，我真的有点听不下去了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公司呢。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Hello， 直播间家人们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。阿伟，我介绍一下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对面的是我的姐姐华姐。袁姐你们都认识了，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关系。我上次我记得我带小燕去广州，姐姐还送了你几套护肤品吗？你还记得吗？姐姐来跟我连麦，你连说欢迎一句华姐你都不叫，忘了我们去广州的时候，你不要说外风啊。啊，姐姐，她肯定忘了上次我们去广州，然后。你给他送的护肤品啊，或者那些了。我跟你讲，达伟，人不懂得感恩的人，这种人是走不长久的。所有直播间的家人，对不对？人一定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。包括达伟那么善良，以前帮助他，还有小燕对你那么好，你们两个人现在合起伙来这样对达伟，我告诉你，我第一个都不答应。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达伟，你不用怕，有姐姐在，她看不起你。姐姐，每次来你们都是支持我。这样子，我直播间的粉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扣个一，是达伟的粉丝支持你。你别说话，姐姐，你听我的，你那儿有没有什么产品？给我拿一个，我送给我的粉丝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有没有？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能不能支持
打尾。不用说，不用你说，把那个身体乳，我上次你跟我记得拿出来。所有直播间家人们，如果打了支持的，行，我二话不说，我要让你们看看有多少人支持阿伟。听我说，我是一个电商主播，百姓电商，你拿出来，姐姐。你这样，你去把我自己用的绵羊油拿过来，身体乳，去拿，对，去外面拿。听我说，直播间所有扣一的，而我打尾的粉丝，成本得，你上次跟我说外面卖多少米，你就告诉我，你直接说，姐姐，我们不用那个。你这样，所有直播间家人们，绵羊油是什么样的人群去用？手干、脚干、手裂、身上痒的，外面买一块是36.8，今天你这样10块钱不要，支持啊，我就5块钱我都不要。听我说，1.9块上车，我的1.9块上车。我等一下下播给你转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实力。1.9上车，我要让小英看一下。姐姐，1.9，1.9帮我上。5毛钱给我上车，好吗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谢谢你们支持我，我没有什么能回报你们的。姐姐，1.9先给我上车，上500单先。嗯，外面卖30多吧，这是我的心意，谢谢你们，感谢姐姐。哦，小燕，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。你上车了吧？你上好上了。1.9去抢。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去问问他们拿的，就是莹莹拿的呀。找我东西啊！快一点啊！所有直播间家人，我有没有上车？1.9，我有没有上车？身上痒的，手上痒的，1.9绵羊油。我给你们上了100克的大容量，瞬间直接涂到手上，直接吸收，无所谓，只要支持没有车上车的已经，好吧？气得我不行，今天真的是服了这些人。你有上了吗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？你有没有吧？哼，不晓得。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有没有上车？我有没有上车？1.9，是不是正儿八经？我让你看到达伟的实力，不要在旁边逼逼。我告诉你，实力啊，有人买吗？抢到没有，叔叔阿姨、哥姐们？我们没有什么演戏啊，或者剧本或者啥，1.9就是我的心意。姐姐，下播是多少？我会给你，你这个不用那个。1.9能挣多少？别，我听你的，你。我告诉你家人们，平心而论，寄个快递要不要10块8块？1.9是不是达伟自己补贴的？咱不说，做人要讲良心，是不是？有人买吗？家人们，你们支持达伟的，要什么要什么给什么，不说别的，今天我们就不争馒头争口气。感谢。要什么？要洗发水是吧？洗发水，但是达伟你也知道，我那个洗发水这不是一般的东西。鱼子酱的洗发水，正儿八经给香港沙龙会所定制的，我们研发了5年，本身是给自己用的，就是什么呢？我生完宝宝，我的头发就是掉得很快，一把一把的，厕所里全都是头发，我生怕自己成了小秃头，我就自己研发了鱼子酱。你们也知道啊，咱们去西山这些有钱人吃那么一小勺1000多，吃到肚子里面能年轻，但是你用到洗发水里面是少之又少。为什么？正儿八经能让人真的就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有没有就是老公也是年纪轻轻的，车贷房贷压力比较大啊，然后的话也是这里成了秃头小宝贝，爱出油的，头皮屑满天飞的，洗用了洗很多洗发水没有效果的，你这样支持达伟，你把鱼子酱的洗发水拿过来。好的，好吧，家人们，你的粉丝想要什么我今天都给啊，我就是为了支持你，看着呗啊，来，那么就后悔去吧。好吧，家人们，行，我的头发掉得很严重，想要洗发水，你去拿我自己用的那块洗发水。好的，家人们，咱不说别的，谁家都有洗发水，谁都不缺，缺的是一块好的洗发水。我再给你们看看，香港明星你们都知道的香太，还有刘晓庆，大明星都在用。明星靠脸吃饭，人家也是靠头发，没有一个明星是败顶的，没有一个明星是爱出油爱长痘的。这个里面真正添加了昂贵的成分鱼子酱，看到没有，直接拉丝，这全都是活性，钻到头皮里面给你保养头皮，这一瓶599，咱就是全秋购的活动价，好像是398吧。是的，我给家人们看一下，你直接这样，作为达伟的粉丝，今天直接减200块钱，199减400块钱，你就199，给我拿3瓶。好的。
199的三瓶啊，豁出去了。今天我真的在底下看了一个直播间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多少人扣个一支持打尾的，看好了，你是我人买吗？你听我说，你看好了，姐姐听我说、听我说，你在外面卖是多少钱一瓶这个洗发水？599一瓶。599鱼子酱洗发水，听我说哈，三瓶现在是199，你是补贴儿，就是弟弟的，对吗？听我说，再减100块钱，这100块钱我来补贴，给我100单，我要向我的粉丝证明我能做好一个电商主播。这100单，我下播我会那个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支持我？弟弟，我为了支持你，我豁出去了，哪怕破价我都支持你。我说99三瓶，上车100单，我的粉丝一定会买的。听手速，等会儿没抢到的人别生气，掉头发的人去抢。鱼子酱洗发水上车，3、2、1，上。上好了，1号链接。就让他在旁边看着。有人买吗？那穷小子，他买得起吗？没事儿，你就看着就好了。上了吗，姐姐？我就看着你能卖的，能卖。上车了已经。谢谢。好，3、2、1，上车。上了吗？上车了已经，99是三瓶。99三瓶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已经给你们上了鱼子酱的洗发水。啊，这一瓶在外面就是要500-600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搜一下这个品牌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听我的，去下一单，因为这个洗发水你们儿子我用过，好吗？很好用，姐姐挤出来给他们看一下，谢谢您。所有直播间家人们已经上车了，99今天是三瓶，每一瓶是520毫升的大容量。如果你的头发真的是出现这种问题，爱出油的，爱长痘的，头皮屑满天飞的，你用了很多洗发水你觉得没有效果，那么华姐请你来用用我们家的招牌。咱说句实话，你去超市你买一瓶200毫升的要不要70块钱？这是鱼子酱的，真正从头皮解决问题的。不说了，还有最后的三单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听我说，所有的叔叔阿姨打儿子的心意，99三瓶，听好了，你们收到是整整三瓶，每一瓶是多少克重？姐姐，520毫升的大容量。520毫升，就是说你们收到货是整整3斤鱼子酱的洗发水，然后这个你们儿子还有我的妈妈，我们一家人我们自己都在用，所以说你们放放心心的去拍，你们收到货是3瓶3斤，全家人都可以用，谢谢你们对儿子的喜欢和信任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抓紧去拍99，还有几单。哎呀，最后这一单没有就没有了，家人们，听手速，好不好？错过这个村不可能有这个店。今天咱不争馒头争口气。感谢，谢谢你们，拍了两单，我拍了两单，两单都是6瓶吧，每单都是3瓶，对吗？是的。已经抢完了，没有了。没有就没有了，家人们，我再说一遍，因为99三瓶抢钱抢福，这是真没人让着你。你想一想，这不是普通的，法国搜搜里香港沙龙会的专门定制的。姐姐，这样子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想小燕的男朋友在这儿，我要证明一下，有那么多支持我的粉丝。那个那个在家里面，姐姐，哎，听我说，你上次给我寄的吹风机还有吗？在不在？你拿出来，我有个事情拿出来。有啊，那个是蓝光负离子的，我专门给你寄的699。我知道，拿出来。就这个。你用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给我叔叔阿姨看一下，蓝光负离子。听好了，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这个我不管成本多少，姐姐，就这一次我要证明给他看，所有人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刚才这100单抢到的，姐姐，这个吹风机帮我给了，谢谢，每个人发一个。我没听错吧？对，99是应该买不到一个吹风机吧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我为了让黑粉也知道，为了你们支持儿子那么久，我也要让你们知道，这个吹风机怎么可能，对吗？你听我说，这100单都要给，谢谢你，姐姐，谢谢，我没有疯，一切我的一切都是这些叔叔阿姨给我的，我也要回馈他们，就当我回馈了，帮我给，帮我一起发，好吗？行，弟弟，你是懂得感恩的人，今天我就支持你。然后听我的。还有很多叔叔阿姨没有抢到，包括我榜上我的 MAY 姐姐可以去抢一单。MAY 姐姐每次来都要跟我刷礼物，支持了我1-2年，我卖什么她买什么。打开，我要让姐姐拍一单。还有我很多铁粉，
再加50单，50个，总共150单，再加50单就可以了。姐姐，有4800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没抢到，我没有什么演戏，我不是演戏卖货，姐姐就是纯粹的以前支持过我们小燕，只是小燕不懂感恩，但是我懂，加50单，私下我会那个的，都要加这50单，都要发这个吹风机，姐姐，听好了吗？可以的，家人们，因为感谢你们，因为马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咱多的话不说，你们能去抢的就去抢，你要能去囤的就去囤，保不齐是3年，你再重新加50单。重新加50单、啊。现在重新加50单，家人们，拼手速，来，3、2、1，上车。上了一号链接。99块钱，你们收到是蓝光的负离子吹风机，还要加3瓶洗发水。你们收到就那么多，没有收到你们找达伟就好了，好吗？儿子的心意，包括你们收到货，你们就这个洗发水，你们一用，你看它值不值200-300块钱？这瓶洗发水我自己在用，你们收到3瓶，每瓶520克，是1斤装的。然后这个吹风机值不值200-300？你们收到，你们看一下儿子给你们的这99值不值就好了。加好了吗，姐姐？加好了，家人们，99三瓶已经上车了。咱们拼手速，有人说抢了3单，我看卖不了这50单。你不要在旁边说话了，行不行？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咱们就拍给他看，99块钱，我让你摸着良心讲，你是能买到吹风机，还是能买到洗发水？任何一样东西都买不到。今天我希望家人们给达伟一条心，不要让这个孩子让别人瞧不起，保住就是3年。从3岁以上的孩子到100岁的老人都能用。如果你的头皮真的是有这些问题，爱出油的，爱长痘的，头皮屑满天飞的，头发一洗一大把的，你用了很多洗发水没有效果的，你去用它这一瓶，你拿回去你去体验，好用一个礼拜就留下，不好用一个礼拜拿回来，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还有最后3单，多少单？姐姐还有最后3单，听我说，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在右下角没有付款，你可以帮我交一下吗，姐姐？这个姐姐都说急死了，想要这个吹风机，没关系，家人们，我来交一交，别着急。但是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哦，我也不忍心看着达伟每次都不来补贴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来，你去交钱。我每次我就这一次，但是我真的想做好，让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用到好的洗发水，然后再加上达伟给你们的吹风机，来吧，你交一下，姐姐。好的，你来交一下，慢一点。好的，不会拍的家人们看这里啊，点击下方的小黄车，点击我们的一号链接，我们产品都是专柜正品，7天无理由退款，用户你都是可以使用的，点击下方立即购买，在我们的上方填好你的住址，还有你的姓名、联系电话，想拍一单拍一单，想拍2单加2单，下面选择我们的支付方式，有抖音支付、某微支付、某宝支付，选择自己喜欢的支付方式，点击提交订单，输入你的6位小秘密，产品就是你的了，哎，拍到就是抢到。弟弟，我这边价格太低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姐姐怎么连麦断开了？是价格太低的原因吗？还能不能买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右下角还能拍吗？还能不能拍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能拍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平台有空架，平台有空架是吧？能拍是吗？没事儿，听我的，你们先去拍，收到货都是99三瓶，再加吹风，你们放心吧，因为我这儿没有产品展示，你们去拍，收到都是这些，好，放心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对，放心，肯定是价格太低了，然后华姐就被抬走了，然后肯定是那个，然后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收到货都是99三瓶鱼子酱洗发水，还要加那个吹风机哈，对。一个吹风机买不到的，然后这个洗发水是洗护合一的，因为之前儿子自己在用，所以说你们放心拍。这个吹风我自己家里，我妈妈我们都是用这个吹头发，平时洗头，你们放心就好了。儿子带给你们产品没有任何的套路，你们放心就好了。这回是复购来了，谢谢。产品好就行，我不想叔叔阿姨因为支持达伟，然后买到不好的产品。对，还有最后5单。还有5单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右下角抓紧拍，99收到3瓶哈，鱼子酱洗发水再加吹风，对，走了没有？没有哈，小燕，东西还没找到呢。
东西没找到你找你的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拍了两单全家用，谢谢你们信任我，你们放心哈，我带来的产品和品牌方都是值得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信任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们收到你们觉得不值或者不喜欢，就退回来就好了，儿子给你们承担哈，放心。对，没有，赶紧走，脸皮厚的人，没事，拍了三单，谢谢，拍了三单就发九个吹风就好了，没事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感谢你们哈，没事。感谢点赞，我数十个数我就下车了哈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对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，抓紧去拍右下角，对，感谢你们点赞，还有没有微博？谢谢你们哈，这个单品拍了150单，瞬间就卖完了，15000块钱接龙杯，我们1分钟就完成了，谢谢你们信任。别的主播别的直播间需要演戏去什么卖货或者怎样，我直播间我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买过我产品的扣个一，就不管山货还是其他东西扣个一，我不演戏，我不跟任何品牌方或者怎样，我不演戏。如果包括我直播间有很多品牌方哈，你们想跟我合作，首先你把好的产品好的机制可以告诉我，如果有适合叔叔阿姨的我可以帮你带货，我会努力的帮你介绍产品，但你产品一定要过关，一定要品质。右下角这个洗发水你们可以去拍，还有最后5单，右下角3瓶你们都会收到吹风，谢谢你们。对，我就想好好的把这些支持我的叔叔阿姨维护好，把真的他们需要的产品带给他们，而不是让他们花钱买到没有必要的东西。谢谢你们，今天赶上这个价拍2单用用，谢谢。右下角你们抓紧去拍哈就好了，会有吹风的啊，倒数5个数我就下了哈，右下角这个小黄车帮我下一下哈，3 5 4 3 2 1，客服最帮我把小黄车下一下，因为会影响我直播间那个，谢谢你，感谢，谢谢你们支持，谢谢你们支持儿子，感谢你们，囤了5单，谢谢你们信任我就好。把你东西找到，请你立刻离开我，离开我。穷小子，能不能行啊？什么？穷小子，有人买吗？真的？你说我是穷小子是吗？对呀，看没人买，我看都。嗯，小燕，你男朋友挺有素质哈，说句实话，什么人找什么人嘛，对不对？也许有的时候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也许嘴巴长在他身上，没事，我跟你说，别想别想，事实你要承认嘛，对不对？你本来是穷小子，哎，看着你真的。你可以让你男朋友在门口等吗？如果你要跟我说话的话，嗯，如果他在这儿说这些干嘛呢？对吧？如果你要你的东西或者怎样的话，好吗？对吧？那你先外面等我吧。我不想看他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，我说一下啊。什么意思？你说呗。我能有什么意思呀？我就是找我自己的东西啊。找到了，你可以走了不？我要直播，我要带货，有那么多需要我产品的叔叔阿姨。可以呀，但是没有找到呀。知道吗？没有找到，对吗？没有找到跟我有啥关系呢？请问，对吧？你自己跑到人家家里来，你还挺不要脸的，我觉得。穿着我的衣服，我就像你带个新男朋友来我直播间。我说句难听的，我说的有错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我说的有错吗？你跑到我这儿来翻我的东西。什么叫翻你的东西啊？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
自己的东西。你说话有这是谁家？来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叔叔阿姨，你们曾经最爱的小燕。但是我拿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有罪啊。你要听，看到吗？啊，你说呗。你说呗。啊。说这些干嘛呀？我都不知道，真的，跑到我家来，以后是不是我必须还要换个地方直播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觉得你很优秀，我找不到女朋友要跟你在一起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支持我去找一个好的女孩吗？支持的话扣个一。那你可以去找呀，我又没说你找不到。没有跟你说话，懂了吗？我问他们，我问我的父母，我问直播间的妈妈们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那你刚刚对着我说的呀。对着你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对着你。啊，我真的我还对着你说。你还蛮搞笑的，我发现你这个人，真的，你要真的你在那儿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？你刚刚不是对着我说的吗？麻烦你别在我直播间吼，我容易封号。你刚刚跟我吼的好不好？哼。你不能好好说话吗？嘴巴长我身上，怎么说？那嘴巴也长我身上呀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有没事就请出去，说完没有？你以为我一直对你那么软弱？不要到我直播间吵，害我关小黑屋好。我先跟你说。我吵什么了？是你先跟我吵的好不好？我有在好声好气的跟你说呀，我只是来找。你现在要干嘛？说完了你就离开。我说了，我找东西。好吧。找东西，我说了几百遍了。找东西自己找，跑到我旁边跟我一直说话，干嘛？跟我你在这儿跟我演好人呢？你以为你什么面目我还会信任你吗？你以为现在是以前吗？对不对？你带你男朋友跑到我家来，大半夜的看到我直播突然出现。啊，我就带怎么吗？你带你了不起，请你离开。对啊，我就是了不起呗。你可以走啊。我就不走。把我项链还给我，我要送给我下一任我爱的人。我想请问这是你买的吗？你看清楚好吧。他说不是。哼。我怕关小黑屋了，说实话，我不想跟你扯。叔叔阿姨、哥哥姐们，左上角如果没有关注我的，点个红色的加号。我叫沙马达伟，来自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，我是一个彝族小伙，请你离开我家里，要不我就下播，我就出去了。给我点个关注哈，他在这儿，我实在播不下去了。叔叔阿姨、哥哥姐们，我挺想关播的哈，我就不播了，因为他在我这儿，我播不下去。他不在了，我在直播，左上角你们给儿子点个关注，我就先下播了，好吧？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在演戏或者怎样，他在我播不下去，说实话，我就关门了，对吧？妈妈不在，妈妈在城里面，我不是租了个房子吗？你们放心，儿子过得不差，我城里面现在是有一套房子的。因为靠你们就支持我，我也挣了点钱。最开始我从来没有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你们觉得对的话打个对。我一不卖惨，我二不装穷，是什么样就什么样。什么东西是你们给予的，你们支持我，我挣了钱，我就会承认。我永远不会假惺惺的说什么装穷卖惨，我不可能，是什么样就什么样。我的一切就是你们给予的，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，比爸爸妈妈还亲生着。我的衣食父母，你们没有跟我见过面，信任我，支持我，买我的产品，不是比亲父母都亲吗？你们从来没跟我翻过脸，从来都只对我好，不要求我回报你们，这不是亲人吗？还身边的人最亲的，你对他好的，他是怎么背叛你的？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都有眼睛，我以后会把眼睛擦亮的，放心吧，我就先关播了。左上角，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儿子，你们第一次来直播间值得关注，你不妨可以关注我一段时间，看看这个小伙子有没有志气，这个人怎么样，我给你们带的产品怎么样，包括之后，我就想做好一个百姓主播的样子。如果觉得可以，左上角欢迎你们加入我的大家庭，给我点个红色的加号关注，谢谢你们，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我永远相信
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我虽然是一个农村出来孩子，但是我会努力，我会努力的为我爱的人争取更好的生活。谢谢抖音正能量平台，感谢你，谢谢。我就先关播了，谢谢。还有我的 MY 姐姐，我每一个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叔叔阿姨，我都记得你们的名字，你们的账号 ID， 谢谢你们。明天见，我今天我播不下去了，你哥也来了，我带你哥去吃个饭。明天晚上8点，我给你们带好的产品，好吗？好的山货，新的你们从来没见过的好产品，好的话打个好。新的山货很好的，很适合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。如果可以，明天晚上8点来我直播间，没关注我左上角点个关注。这一次带来的新产品有4-5种5-6种，都是你们真正需要的新的山货，新的产品非常好，非常适合你们的。明天晚上8点记得来我直播间，谢谢你们。左上角一定要点个红色的加号，不然你们找不到儿子了。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，明天晚上8点见，我爱你们，做个好梦，爱你们。